不对？这个工程很简单，看起来很简单嘛，这个要做很难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属于精准型的木工，精准型的木工很麻烦，就是你要开个模具，不然你没办法洗得很漂亮。我们之前这个是用手工洗的，我们这个就是用手工洗的。啊，因为资深老师傅洗的，所以比较 OK 一点。真的，这是你们，那我们刨成是三万转，你要固定住，然后往前推，它会。那我们用那个纤细比较好的。纤细，可是你放不进去啊。好，放进去。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要用刀把的刀把，就是快自己一个刀把这样子洗，换个地方旁边再一个刀把。对，是可以，可是洗起来你会好累，真的很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洗一刀，你看哦，你洗第一刀，你就要这个固定住，然后这个夹住有没有？它不是那么好用，我觉得。夹住，然后这边再夹住，这个一定要买，这木工夹一定要买，你们学校有开课就一定要买，这没办法，跑不掉，而且真是很贵，那夹住我完全不会动，对啊，完全不会动，那应该很好，然后就这样放着，然后洗过去，然后每洗一刀你就要设定一次，你就要固定一次，然后洗完之后你要拆开再转，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，我们这么做是不太可能，成本。我们在试做的时候绝对不会这样。